今天咱这只货是真不该送过来呀、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马天，今天坐标河南永城来货了，朋友们。昨天下午咱订了一车买卖，老板说人让咱今天下午3点半开过去，准备装货去驻马店。看见咱轮胎跟着水子，就知道咱挺多长时间了。这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赶紧出去要2天饭。biu biu， 走之前大家介绍的对象干们的妥妥的，茶叶、小水果。启动，系上安全带啊，朋友们。挂档，松手刹。这一天在家闲那么长时间，不是咱不干，打开手机看一下网上的价钱，是一点干的心情都没有啊。今天咱订的这车货价钱也很一般，只不过装货位置近啊。现在运价低，中国石化咱也加不起了，开点小油吧，哎，只能这样压榨自己，没办法。是吧，油价今天是6.25块，跟石化应该差个好几毛嘞。好、哦，相比之下感觉家里边油还是比较便宜的，堆满了2590。看，还送着抽纸手套，不用买了。按照老板约定的时间，那就到了。咱现在已经到装位置了，今天装的是小袋下面加蹲包的，必须得打开门了，连起来。当泪水模糊视线，才发现你不见，让冷雨淋湿我的思念。咱目前已经拆掉一半了，老板说的差不多，还有一包没打好，咱先等一会儿吧。咱这趟从家出来，明显的感觉气温降低了。来吧，泡杯茶，润润喉。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点半了，咱这个天从晴天变成阴天了。哎，这样的话，看见吗，老铁，咱这趟刚刚买的50块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上去吧。嘿，人家老人没在这地方，老板自己开的叉车，结果就成这个样子了。确实不会开这个车，说的给你叫个叉车了，等一会儿能到，让咱开到这小车去吃饭去，说的要给我报销。咱说你越客气，我越给你讲究。算了，咱车上有苹果，简单 K 口，就这样翘腿等吧。这会儿咱先那边谁也看一下咱的卸货位置，全程低速过去大概3分18公里。朋友们，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半了，人家叉车师傅是用小货卡背过来的，看样子跑的不近啊。这师傅一看就是专业的，说的让咱停中间，不用动了，他两边装。朋友们，咱已经开始装货了哈。就是我这样装，不知道对不对，你帮我看一下哈。现在已经把包横着装了，这样的话两边刚刚好，装着边人数，每一个边我都往里推了，防止它掉下去。晚上10点钟了，咱这只货也算装好了。我想到晚，没想到有那晚，今天又得熬夜。虽然这两边咱往里收了，但是我感觉还不安全，所以说我又上了一条绷带，每4个、6个绑一捆。旁边摔下来绳全部用紧绳机紧的到位，这样的话明天到地方卸货肯定是安全的。那已经出厂了哈，老板还得跟咱拿纸包说，还得待会儿，咱以最快的速度喝完面条子吧。冲进小面，我要了一个大碗的，和面条子还得必须配上辣椒油。我发现这一碗我估计吃不饱，咱也不要其他的菜了，晚上得熬夜，吃饱了他困啊。轻松拿捏，就这样一碗消费8块钱。朋友们，咱吃完面出来，已经在这外边又等了一个半小时了。现在是晚上的11点半了，咱还有300多公里路程嘞。老板说的打印机回了，这那长时间算被等了。明天到地方给他打出租车去打去吧。咱先走，路上我看今天想上午。哎呀，连起来吧！就打现在来说，咱时间是相当的紧的，因为咱卸货位置是禁区。就在咱下午装货的时候，货主也跟咱联系了，我给他保证6点到7点之前能到。这家伙整的刨个坑把自己卖了。咱陆月出永城走3阳国道，往亳州方向走，走亳州奔鲁邑这边过不去了。我觉得这个点叔叔应该睡觉了，准备往里拐的时候，我一看情况不妙啊，随着绿灯直接转移阵地。咱来的时候朋友跟他说过了，亳州隐患在修路，刚才我想悄悄拐过去了，这搭上墩子了，还好人家叔叔在给咱坐着嘞。咱一把方向甩过来上高速吧，大概是25公里，咱走亳州北上高速，直接到鲁邑这边下来，还是走低速过。走吧宝贝，这点高速省不掉了，25公里差不多，按威力高速到还有一半是河南的嘞。就这一股子上去，坐底儿两碗面条子，进入匝道往许昌、登封、洛阳方向。有朋友问我马点现在半挂行情好不好？你看高速上有没有车，你应该能踩个10有8有了。43块钱还真不多嘞，
这边河南高速大概走路也就一两公里，咱总体还有安徽 ETC， 又能优惠。出了鲁邑，咱直奔郸城方向。这段路咱以前辣妹上禹州那边经常跑，又是怀旧的一趟活。转了文昌大道，老表妹都睡觉了。就这样一条路，大概跑个几十公里，咱就进入了大城市。朋友们，咱现在位置是周口，现在已经是凌晨3:40了。咱的北都报警了，在这停20分钟。看一下咱的货也是比较稳定的，一个没塌。这个绳啊，真是起作用了。不过我困了，刚好这边有卖饭的，咱先填饱肚子吧。真没想到这个时间还有摆摊，晚点了，想吃份粥鸟了，人家收摊了。走吧，没走家出来的都穿秋裤哈，咱都开一路的空调了。距离咱歇后位置还有118公里，咱是又困又饿啊，朋友们，弄个苹果顶顶吧，这已经是第三个了。嗯，脆甜脆甜的，以前在江西那边能卖8块钱一斤，这是在俺家会堂卖的，2块钱。我开一扔袋子，必须得怼过来背。嗯。对，还有这个茶饮，今天晚上咱里边放了陈皮，放一点生蚝。如果不会喝茶的，这样泡是最容易接受的。走吧，朋友们，咱看了一下，导航上面得将近6:30能到地方，咱争取7点之前到。这导航肯定会慢点的。启动，挂档。有好多朋友在问我，马天，你跑车心态咋内耗呀？我咋不能跟你一样？咱说老表们，我也是苦中作乐，成年人的生活哪有容易的？就好比咱今天装的这车货，30多吨，比我小好几岁的一个兄弟，一个厂子一个人2天时间全部干完，不是为了生活，谁又能这样去努力？还没，咱已经到咱歇后位置了哈。看一下咱的时间，现在是早上的6:32。今天咱这车货是真不该送过来呀，都到现在这个点了，卸掉车。咱就得找活，你找活你能干动不？长途咱是干不了了，等会儿卸完车之后找找看有没有倒端的百公里的，脑弄个几百位都行，要求不高，估计咱还能睡半个小时。现在路灯都已经灭了，天也亮了。今天这一天的视频先就分享到这吧，拜了个拜，明儿见。睡觉睡觉，拜拜拜拜，记得关注点赞支持我。